国际影坛盛事康城电影节星期天在法国康城举行闭幕和颁奖典礼。英国导演肯洛奇执导的现实主义电影《我是布莱克》不负众望，拿下含金量最高的金棕榈奖。伊朗电影《星居风暴》则夺得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剧本双料大奖，在国际舞台发光。80岁的英国导演肯洛奇是康城电影节常客，这次凭着写实电影《我是布莱克》再下一城，第六度获奖。洛奇在领奖时揭露，自由主义经济已经将人类带向灾难，更以英语和法语各说一遍强调人类创造另一个世界的重要性。So we must give a message of hope. We must say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.另一方面，备受瞩目的评审团大奖出现大热倒灶的情况，赛前呼声最高的德国电影《颠覆人生》意外铩羽而归，反倒是影评人最不看好的加拿大电影《不过就是世界末日》意外突围，拿下评审团大奖，令一众影评人大跌眼镜。T'as pas un plan plus à l'avant-première pour les faire en famille comme ça tous ensemble là, Antoine?至于最佳男女演员奖项得主，分别是伊朗电影《星居风暴》的沙哈比胡仙，以及菲律宾影片《抢救罗莎妈妈》的女主角贾克林·乔斯。两位亚洲演员凭着精湛的演技，获得评审青睐，获封影帝影后。